海军某试验训练区聚焦实战创新工作模式，雷达锁定目标，导弹发射。隆冬某海域，一场由海军某试验训练区与某舰艇训练中心联合组织的作战演练激战正酣。演练中，靶场试验鉴定与部队全训考核一体筹划，同步实施。某新型舰艇实战能力得到有效检验，这是该试训区聚焦实战、创新靶场试验模式带来的新景象。结合部队训练考核，开展武器装备试验，推动试验训练质效同步提高。该试验训练区领导介绍，今年以来，他们创新试验展开模式，将原本独立进行的试验任务与部队演训相结合，根据试验的不同性质、不同要求、不同要素，采取以试成训、以训促试、试训一体等方式，推进靶场试验与部队训练比翼齐飞。导弹未击中目标，迅速调整作战状态，雷达继续跟踪。试验任务中，记者看到靶标发射时间、航向等信息不再提前通报，而是通过背靠背攻靶的形式提升训练难度。同时，任务舰艇根据作战流程自主选择发射方式、时机和位置，对多型目标自主进行拦截，锻炼官兵技战术能力。新模式下，靶场试验与部队训练实现双赢。该试验训练区领导说，新模式架起了靶场连接战场的桥梁，达到了一次试验多效并重、一次训练多方受益的目的。